LCS50-2000 质量法水表检定装置，是由杭州天马计量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制造的全新一代高效率全自动水表检定装置。该装置满足国家计量检定规程 JJG1113-2015 水表检定装置和 JJG162-2019 饮用冷水水表的要求，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全国各大水务公司、省市级法定计量检测机构、水表制造企业等。该装置适用检测 DN50-2000 口径的机械式水表、超声波水表、电磁水表。装置采用梅特勒托利多品牌高精度电子秤作为标准器，水表采样系统由我司自主研发的动态图像处理器自动读取水表末位指针，也可读取灵敏指针，使得检定分界流量和最小流量时的用水量显著减少，从而大幅提高检定效率。 Q3 采用高速自动拍照与末位指针相结合的方式， Q2 与 Q1 则采集灵敏指针或末位指针，自动对焦，无需人工调整。在对某些特殊水表无法采样时，软件也能实现人工起听法操作，电脑自动计算误差。此外，动态图像处理器在检表时可自动录入表号、条形码、二维码。我司凭借专业的技术实力和行业影响力，参加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量检定规程水表检定装置 JJG1113-2015